天猫精灵，主人，你说。早上好。早上好，今天海淀区多云，11度到24度，空气质量指数57，凉，现在浮尘。天猫精灵 ，Hello， 开灯。天猫精灵 ，Hello， 今天上班堵车吗？口红真好看，去中关村延庆园，目前道路畅通，全程约为15.5公里，开车大约需要23分钟。新的一天，要加油哦！天猫精灵，我在。打开摄影灯，这就为主人打开插座，记得小心操作哦。在平常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经常一起聊起未来，未来是什么样子？未来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？智能机器人出现了吗？万物互联了吗？虽然科幻电影里的场景似乎离我们还有一点距离，但是就在刚才，我似乎模拟了一个这样的时代。2017年，阿里发布了首款人工智能硬件产品天猫精灵 X1。今天它又发布了天猫精灵 CC10。有些朋友会说啊，我已经有了手机、电脑、平板等这些智能产品，我还需要一款 AI 的带屏智能音箱吗？那我们就要看一下这款带屏的智能音箱到底能干什么。天猫精灵 CC10 呢，相比于上一代拥有更大的屏幕，屏幕尺寸达到10英寸，可以说是目前行业最大屏幕的智能音箱了。这块屏幕采用了一块分辨率是1280×800的 IPS 屏幕，基本是能够满足日常的使用，但是如果是在强光环境下呢，看清细节还是费力气的。不过相比于屏幕呢，我更关心的是它的音质，毕竟它是一款音箱。根据介绍，它是获得了 AES 国际音频工程学会的认证，那我就比较好奇啊，到底它的音质情况如何，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。天猫精灵，我在，你说。放首歌听听吧。为你精心挑选了五月天的转眼。OK， 听完了歌就要进入到第二部分了，那就是智能化。其实现在很多的智能音箱啊都宣称智能，那到底能干什么呢？肯定要考虑到就是语音的交互。接下来我们就跟他聊聊天。天猫精灵，你说。报菜名。客官来了，我请你吃。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尾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。天猫精灵，哎，世界上最高的山是什么？世界上最高的山是喜马拉雅山，最高峰是喜马拉雅山脉的珠穆朗玛峰。367+256乘以122等于31,599。你给我讲个故事呗。嗨，小朋友们好，首先来听熊猫天天的小朋友大百科。吃什么能美容呀？美白食品、卷心菜、花菜、花生等富含维生素E的食品，能抑制黑色素生成。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？虽然我没有眼睛，无法看到你的样貌，但是根据我的推断，你最美丽。OK， 跟他聊天聊得很欢乐。那除了智能问答，包括给大家播放歌曲啊、戏曲啊、看动画片这些，那其实我还喜欢的就是很多女孩子可能会喜欢的，就是一个语音购的功能。毕竟背靠着阿里爸爸嘛，买买买就更方便了。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，天猫精灵在，我要买牛奶。为你找到如下商品。天猫精灵我在，你说。买第一个。提前下载好 APP 呢，绑定支付宝账号，然后绑定自己的声纹，它就可以在下单支付的时候识别下单者的声音，避免账号被他人使用。你好，宝宝，欢迎注册您的专属声纹。为了您的资金安全，尽量避免他人进行声纹购物。现在进行声纹支付，请跟我说0263。0263。天猫精灵 CC10除了可以帮我快速的买买买呢，它其实还是小朋友的伙伴。比如你可以喊天猫精灵儿童模式，这个时候屏幕的主页就会进入儿童模式，开启慧眼模式，在里边就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动画片、绘本、儿歌，以及从小学1年级到6年级的所有义务教育的教材。相比于传统的书本，可能一块5颜6色的屏幕似乎更能调动孩子的学习兴趣吧。闲暇之余呢，可以通过天猫 CC10 内置的优酷、哔哩哔哩、抖音、快手等热门的视频平台来观看视频。除此之外呢，天猫精灵 CC10 可以支持目前近1000种品牌妙物的接入，控制80多种智能产品，包括灯、电源、电视、空调等等。
OK，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，如果你问它和哪一类品类更接近，那我会说是平板电脑。但是呢，它又拥有跟平板电脑所不同的功能，比如说它可以作为一个监控摄像头，比如说它有一个更口语化的人机交互，比如说它有着很多平板都不具备的音质表现。但只不过是由于它站立式的设计以及它的体积，那所以我们在单手触控的操作性上面可能缺少一点掌控吧。最重要的呢，是在 IoT 物联网的一环中，其实天猫精灵 CC10 并不是一个发起者，而更像是一个驱动者。目前随着云计算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相关技术的成熟，越来越多的电子设备被赋予了智能，那物与物之间的连接需要一座简单而直接的桥梁，这也就是天猫精灵应运而生的原因。因为通过阿里的电商渠道和阿里云，可以把生产和消费以及金融、物流等环节打通，实现产销的协同。而阿里口中的妙物呢，则相当于一个制定的标准，它提供产品的定义、新品孵化，然后产品外观 ID 的定义，它可以数据学习来反馈升级等等，来共同帮助很多品牌去完成产品智能化的升级。总结来说呢，天猫精灵在带给我们 AIoT 的初体验同时呢，也让我们对未来万物互联的世界有了轻轻一瞥。我们也相信啊，未来人与物、物与物之间的连接会更加紧密，让生活在地球上的我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回到最开头的问题啊，如果我已经有了一堆的智能产品，我还需要一款带屏的智能音箱吗？那不如我们换个问法。天猫精灵在，我应该把你买回家吗？你关注转发评论，我就告诉你。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，搜索皇家评测，观看新品首发评测。